甚至要去买个中国最初的福卡黑的纸，好普通的布这样，走上来都没办法。哎呀，我觉得那个纸厚了啊，今天明天礼拜六好出事，你给我啥时间吗？那我说他不是三个小时好了，他不然懒得找你们家。
要讲，讲我要坚持等他来来花。如果我走了，他爸妈请来，老板呀，他的爸爸不能跟他站在一起，他妈妈请。哎呀，来中华，不是来了，他是等我。哇，等我这个中华，走走走，小姐，你是属什么的？那就是说要去做痔疮了，在吃的吗？刚刚好，这么刚好，这肚子挺硬的哦。那么刚好你要做手术，去看看你要做什么手术。那我没办法说，我好讲。哎呀，你跟你跟哪里不对？我妈妈她读这个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我接嘞。老天啊！我哋而家系做运动，我哋参加你嘛。十点啦，我唔知十点啦，怎么对我母亲的？那现在在她她在那边临时工。就打電話翻嚟，你應該都知嘅啦。啲嗰啲涼嘢啊，照啲魚啊擺喺面啊嘛，歸來啊嘛。啲嘢整過完。我睇翻嗰個嗰個蚊狗啊嘛。新疆嘅狗啊，係啦。你做做做做幾年？愛食只狗啊，所以都歸來就喺台面。海面嗰份蘇寶袋袋住嗰袋嘢咧，上嘅時候就可以拎走。隔日先淋花啦，咁麻煩又話要攞米水，冇理由拎啲米水上去啊！嗰個食飲水嗰個得啦，米水冇得啦，你眼鏡攞我哋俾人再上啲解鑊都得㗎。我想問下，以前有一個啲，以前有個白皮樽仔啊，白皮樽都收起啦，俾第日用嘅。Come on.
我可以有個飛虎成功。大乱的，那个人本来就是文化局的，后来他有一个他的党叫他退出了，我看这上面要出来。他是某人拿当，你在哪里拿家总的？某人老师很早了，就是意见的。我说你有讲多少？你两个人在一起，那个人那个人，对啊，这个人太有经验了。我主要是就是宝马路，他来就是有位，后来又没有做了一件。你就起碼避咗即係交通工具啦，啲事啊嘛，收咗埋啊。我知道，啲事啊，一下死咗啲位，交通又冚埋啊。那個人是在酒店那邊的。啊，好的，小心關來。斜到上去咁，佢個鏟皮咗佢起龍爪，真係升高嘅龍爪。佢呢度成日我嚟完嗰啲啊，嗱由呢度開始咯，佢就成幾個巴士嗰個得口度啦，都大。哦，他這個一直出來程度比他們大，我跑過去都是他們機啊，呢邊間咧我哋買過收完，太好啦。細嘅。小人不應該收的，是的，上面都通下來的，那些人好，即是這裡收購這裡是很善的，因為是合作社，如果那些公民，那些車行不是政府車，那些車買賣那些，有些錢出租給人家，租些錢人家找他租一些時間，即是不是買二車大車，只有二手車買得，二手車都有的，都有的，即是不是那麼清晰咯。你說那些立體的，有500g 啊，他說300g，在大康賣，或者康生賣45元而已，300g 就45元了，現在60多一賣45元。即係要叫黃嘅買咯。誒，逆大康，我今日見，入面裝個圈兜個圈啊，賣唔好啲咁樣。安記喎，啲人分得好均勻，少少15元咁嚟買啊，睇啱咪攞出。係啊，買櫃，買冰櫃嗰度咧，個廣場我哋上次又買啲，買提子個位啊，啱啱擺個位咯。安記，我哋舊年就去嗰度買。就去嗰度買安記。好但是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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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豆都話：，啲臘腸唔得，炸到不得了，真係有啲店，即係睇落去真係好曳啊嘛！等你老豆食雞都唔得，臘腸梗係走走味，味噴噴，冇味，冇飯，一啲味都冇，一啲冇味冇飯冇味，真係浪費少少啦。最中意點一下咧？嗰度嗌中飯，一食完曬，啱唔食唔曬兩個。一碗，佢大碗一碗大碗啦。不過入到食餐叉燒硬啊，又需要佢都話食到急咁受用，乜燒出嚟叉燒整到都受。唔係，我咁樣嗰啲叫一碗就細碗。食一碗細，但係你冇送俾佢食噶嘛？你嗰啲硬物物。我要送飯，
邊處理，可能差唔多咗。嗯賣嗰啲咁嘅社會死死曬㗎啦，係嘛？你大陸都唔想安死嘅，安死咗佢好過好過人。睇到啊！呢啲新聞一係啊，做飲食業，做廚仔，嚟幫等你嚟幫緊食嘢啊！咁兩個唔知係咪社會上社會冇人會做？我要收雨水喎，要繼續要嚟嘅。食佢就賺緊咗，揾埋喺呢度東區啊，好爽，好啊，近近地。即係可能揾咗啲細路一樣，你去邊度食啊？食食聖誕平安夜咁樣食嘢啦。好難講啊！嗰啲細路咁樣興起啊，唉，真係食飯啦咁樣。都未風吹，打麻將咪成日風吹大難搞鬼啫，一慘啊，一翻出嚟。我當嘢佢阻住曬我嘅時間。哇！你講嘢真係，頂一鋪啫嘛，唔係頂我。你唔係啊，起身，我啱啱坐落佢都，我都話唔假啦，你哋。係。依家起身我就頂一鋪，唔知你啊，藍英前一個起身，行一行。藍英去整啫嘛，就係我坐喺度，我冇幫手嘛，冇感覺啊嘛。係啦，佢又嚟咗幾日。我記得當時我都惡曬。我都唔玩啦，阿威廉啊，老豆啊，你兩子。你我遲咗肥仔入咗嚟，肥仔最需要啊！教緊佢打麻雀。之後唔打，我就知道你小氣㗎啦。唔係小氣啊，話阿肥，阿肥，阿肥仔入咗嚟啊嘛。阿肥仔嚟咗嚟啦，大壞啲人同我打麻雀，係咪先？即係唔好諗咁多。我冇諗多啊！你知啊，咁我唔玩啦。你後屘都唔打啦，知道你咁樣，我都唔嗌，唔開台啦。即係好鞋啫嘛，啱啱先？我你話我咩？我知道你係原來唔喜歡叫我唔打啫嘛，我好閒啫，我冇話喺面前你話佢唔啱嘅，總之我自己唔玩啫嘛，所以你嚟打麻雀我唔打，你嚟打我啫嘛，我一啲都唔覺得辛苦。唔係啊，本身佢而係會覺得個同你唔順，冇啊，我不嬲都點解佢哋唔嚟幫手啊？我由頭到尾都唔會做呢啲啊，我做人咧，我話出嚟，雖然我自己咁衰，啊記嘢啫，但係我呢人有個共同點，我能夠幫手。我都覺得冇所謂㗎，仲我媽咁衰啊！哇，喺度即係話我做煮俾你哋食啊，你哋都唔幫手咁嘅心態，咁咪冇得㗎嘛！我覺得你哦，有時呢啲嘢有乜咁計較啊？洗碗呢樣嘢我一啲都冇難過，由啲細路由細個跟住大個出嚟洗碗，我都唔使佢洗，我都由頭到尾我都冇乜嘢。有啲人唔同啦嘛，譬如有啲人諗住，你真係咯。其實為咁，佢都算係識做，雖然佢唔使，但係佢都執下碗啊，食啊。人真係咯，成日真係啊，一開一好多人都係嘅，你真係真的。佢答得好快啊嘛！呢句嘢，一問你咁嘅嘢，係咯，問你啲嘢，或者一開又問呢啲嘢。我就係聽過你以前一句句嘢名，太和嗰個啊，個老公做埋俾你打麻雀，你食嗰啲。佢冇得人中意咯，所以我就聽咗佢講嗰啲嘢出嚟，我以後都冇啲嘅問題。